好，我们看到这些政坛大咖好像过个新年也没有比平常悠闲哦。先是昨天除夕夜，大咖们都纷纷的晒出家里的团圆饭菜色来个大 PK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则是公布了一系列他们的走春行程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从昨天除夕夜年夜饭谁吃得最好，谁有惊喜坐上嘉宾。好，首先这个是蔡总统呢，他每一年啦都会邀请坐上嘉宾到他的府里来享用年夜饭。那今年他说呢，惊喜贵客是未来的副总统萧美琴，两个人合吃了这个年夜饭，比较走好精致路线看起来。那再来看到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哦，他也PO出了哦，好像应该是拿着锅炉的照片对吧，他说呢，蛋饺冬粉年年有余，除了祝福家人外，也要祝福市民好友新的一年吉龙五春，龙五春吉。好，这是这个侯友宜的部分。好多人也在关心哦，这个新科立法院长好韩国瑜，他呢也是好满满的一桌，好几道哎，真的是很丰盛哦。他是PO出了这样的一张照片哦，然后比出了一个拜年的姿势。那他的PO文是说啊，感谢人在执勤的各行各业，因为昨天很多人虽然是除夕，但是还是坚守岗位。他说呢，向民众祝福龙溪好运来，大家新春快乐，吉祥如意，富足安康。那据说呢，这篇PO文底下啊，好多网友都在歪楼啊，搞笑问说，韩院长啊，还有哪里可以领得到你的春联？因为这几天闹得很大嘛，说好像韩国瑜发出去的春联，结果会有人去偷，因为太抢手了。好，另外看到的是这个民众党主席柯文哲，他是回到了这个老家，跟着家人一起来享用，妈妈跟他合照，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丰盛哦，不输这个韩院长的菜色。那他甚至是邀请大家也分享家里的年夜饭菜色，他也想看一看大家除夕夜都吃了些什么。好，这是看到了这个大咖们昨天享用完了年夜饭的菜色之后，今天还是要起个大早哦，像是蔡英文啊，还有赖清德，基本上都是走春啦，拜公庙，有的回老家，还有在台南。好，赖清德回到他过往的台南市哦。那还有看到的是马英九，马前总统呢？他家住在这个景美嘛，所以呢一路走透透哦，景美的吉应庙，然后到台北行天宫，再来到艋舺龙山寺，下午继续拜公庙哦，奉天宫、慈惠堂、慈幼宫跑透透。然后呢，韩国瑜也是。他今天是11:10，也就是稍后哦，一个钟头之后，他会与江启臣副院长来到了丰原慈济宫来参访。那柯文哲是留在新竹普天宫。好，再来行程也蛮多的哦。这个是侯友宜哦，继续镇守他的本命区新北，是在板桥、三重都有拜公庙行程。然后就是蒋万安行程也蛮多哦，所以看起来好像万华龙山寺今天人气会很旺哦，应该很多人聚集在那边哦，因为看起来包含了像是马前总统啊，还有都很多人都会去这个龙山寺来参拜哦，应该是蛮今天人气很旺的一间宫庙，大家或许下午也可以去碰碰运气，看到可不可以一起跟你喜欢的政坛大咖同框来新年参拜一下。好，那就来看一下，回到昨天除夕呢，我们刚才讨论到了双北市长大合体耶，不过呢，他们是这回不谈论政治了，大展身手要来 PK 厨艺。侯友宜是先端出了太太最喜欢的上海菜，而号称说了一口好菜的蒋万安，则是端出了炒三鲜来应战哦。双北市长呢，从这个盟友变成了 PK 厨艺的对手，厨艺大比拼，我们一起来看。除夕这天，双北市长一别过往严肃形象，侯怡和蒋安穿上围裙 PK 厨艺，挑战在20分钟内完成一道菜，两人从盟友变对手。而蒋安先下手围墙抢食材，侯怡则呛下：“我早就调查过你，这边高手会做麻婆豆腐，会三杯鸡，不要贸然栽到敌方手里。头上我都是讲了一口好菜。”而两人又要比什么拿手好菜？我太太是上海人，是喜欢吃宁波菜、芥菜。炒年糕，拿手绝活都露出来了。我现在这道菜叫做金龙爆炒三鲜好运来，简单来说就是炒三鲜嘛，是吧？对啊，光看都热腾嘛，那啥不为我，你唬我。两人起手都颇有架势，但从烫青菜到腌猪肉都说的一口好菜，还说有 paper。小 paper 就是穿上的时候呢，我们加一点盐，然后加一点油，会让它要脆绿，要让低温。
肉有弹性一点，所以要给它按摩，让它舒服一下。侯怡炒起菜来有模有样，还在备料讲完，突然唱一段情歌跟太太告白，狂抢镜头。亲爱的，你们要来这边抢我炒菜的神仙？没有问题的。等一下，侯市长说您影响到他的心情，他说您讲完还惬意的切虾切透抽，殊不知侯怡早就超前一步完成佳肴，还用力摆盘。侯市长真的很厉害，动作好快哦，因为你话太多了，没有专心做菜。抢得第一的侯怡跑到蒋万旁边当起了大监工。糟糕，我好像刚真的话太多了，一分钟，我帮他，不会让他超过时间的。最后两道佳肴都获得小厨师认证，双北市长送上佳肴和吉祥话。福运旺来，所以在这边也祝福大家龙年行大运。除夕团圆夜，双北祝福民众吃出满满的幸福味道。记者谢宏伦、徐国豪台北报道。好，刚才有人说找不到子评哦，来晚了，现在子评已经出来了，大家赶快进来跟我们互动分享，也记得把子评的连结分享出去。我看到聊天室非常的红通通一片，大家都在发送红包还有鞭炮，谢谢大家。昨天应该不少人有进账领到这个压岁钱，数字还满意吗？好，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进行这个初一的走春行程。好，接下来看到是跟着谁呢？跟着刚上任的立法院长立委韩国瑜，起个大早，早上八点钟他就发文高喊恭贺新喜龙年大吉，同时也献上了一首拜年诗：龙年初一开好运，生龙活虎迎新春，平安富贵龙来到，福运昌隆一整年。好，不少早起的网友也纷纷赶快来按赞，除了向韩国瑜拜年之外，同时也高喊他的成名金句是什么？勿忘世上苦人多啊，台湾发大财。好，这是看到韩国瑜最新发出的这个拜年贺词贴文了。好，那说起今年最抢手的春联，也是他韩国瑜所署名的烫金版春联“荣耀吉庆”。好，现在据说一幅网络上喊价已经卖到这个快要5000块了，4800元。啊，对此立委侯孟楷就在脸书透露说，如何要保护好不容易拿到的韩院长春联不被偷？这位乡亲说，赶快裱框起来最安全。就有支持者跟他说啊，朋友贴在门口的韩国瑜春联被偷走了，为了好好保存另外一幅呢，就直接赶快把春联给裱框起来了。所以侯孟楷也呼吁说，这个顺手牵羊非常的不 OK， 不鼓励啦，新年要做好事好不好？那另外有民众跟侯孟楷说，委员你应该可以拿到韩总的春联吧，那朋友昨天去淡水拿了一张贴在门口，结果被偷，想要再拿一张行不行？侯孟楷澄清说，他手上真的没有了，因为现在真的太夯，连他自己一张都不剩了。那最后呢，他也说了，明年一定要请韩国瑜多准备一些，让乡亲来索取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